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包袱特征。那么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去介绍关于这个包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以及包袱在我们软件当中它的一个基本操作，以及相关选项的一个具体介绍。那么首先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先来理解包袱的一个基本概念。那么什么是包袱呢？那么包袱它主要是指将一个封闭的截面草图，沿着其草绘平面的法向方向投影到模型的表面之上，然后根据投影后的曲线，在模型的表面之上，那么去生成一个凸起，或者是凹线，或者是刻画的一个实体效果出来，这就是一个包袱。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凸起、凹线，或者是刻画的效果，在我们软件当中，它所对应的分别就是这样一个浮雕、蚀刻还有刻画这样三种不同的形式。那么浮雕呢，就是这种突出的这么一个效果，而蚀刻呢，就是这种凹陷的这么一个效果，而刻画呢，就是这种刻上去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的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如何在软件当中完成这样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具体创建。好，我们先来切换到软件当中，我们先来新建一个文件吧，先来创建一个基本的一个练习文件，我们就做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我们就做一个小的圆柱体吧。好，圆柱的它的一个大小标一个直径，我们给它是一个100的，比如说，好，单击退出草图，将它进行拉伸，拉伸的这个高度我们给它控制一下，比如这一块是给它200的吧。好，然后单击确定，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实体的一个创建。那么创建好之后，比如说现在我想在这样一个圆柱体的表面之上，那么去得到这样一个凸出来的这么一个文字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包袱的方式来进行实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怎么来去创建这样一个包袱。好，那我们在进行具体创建包袱之前，我们可以先将这样一个包袱所需要用到的这样一个封闭的截面草图先进行一个绘制，而这个草图呢，它就是一个文字草图的物件。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那么这样一个文字所在的草绘平面需要与我们要生成包袱的这样一个面是一个相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和这个面相切的一个基准平面出来，然后用这样一个基准平面作为这样一个文字所在的草绘平面，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后期包袱的一个创建，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基准面，基准面和它相切，然后再选择一个比如说和这个面平行，这样就行了，然后确定，这样得到这么一个基底面，对不对？然后再去选择草图当中的草图绘制，在这个面上做一个草图。那么这个草图我们就写一个文字哈，我们就输入比如说 SolidWorks， 对不对？然后一，然后位置的话就在这儿，比如说，然后这个大小的话给它调一下，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不要使用文档字体了，然后选这个字体，现在是这个 3.5 的高度，比如给它是一个10的。确定，你看对吧，这样就行了。那么这个位置就看你这个鼠标点的位置了，然后我们可以具体定义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标注比如从它这个点到最底边这一块，对不对？这个比如说是80的，对吧？然后从这到这，这个距离的话比如说是20的，对不对？好，再这样子的，这样就差不多了。那么差不多之后，我们就退出草绘的环境。那么退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草图为基础完成接下来这个包袱的一个创建了。我们在特征选项卡之下选择执行包袱这个命令，或者说呢，也可以选择下拉下单，找到插入，找到特征下的包袱，就这个执行完之后，现在会弹出一个提示出来，它让我们选择一个闭合的轮廓的基准面，或者说呢选择一个现有的草图，也就是说这个特征也是需要有草图作为支持的，你可以自己选一个面自己画去，你也可以选择现有的一个，对不对？那么这里我们就选择比如选这一个，如果你在这一块这个草图选不上怎么办呢？好，我们可以在这个示例数里面选这个草图2去就行了，选择完之后系统就会自动弹出包袱的对话框，在这里面呢软件就给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包袱类型，一个呢就是浮雕的，一个呢就是石雕的，一个呢就是刻画的。那么这个
浮雕就是做出来突出的效果，这个呢实雕就是凹进去的一个切彩的效果，而这个呢就是单纯的一个刻画。我们现在选择先来看这个浮雕，选择浮雕之后草图已经选上了，那么这个包覆方法我们选择的就是这个分析的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样条曲面的，我们先看这个，先用这个分析哈，草图是这一个面的话，大家需要注意选一个包覆的面，就我要在这个面上去了，对不对？好，选择它之后，然后你再给它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相当于你这个文字的一个高度，对不对？因为你要做出一个多高的文字出来，比如给它是一个 1.5 的，然后单击这个确定。你看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就可以生成这样一个实体文字的效果出来？看到没有？就这个，你看这个高度就相当于是一个 1.5 的，对不对？如果你要就是说觉得这个高度有点高了，你可以右击选择编辑的方式进行改，不要改的是一个毫米，对吧？确定。哎，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另外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看这里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反向，这个反向什么意思呢？假如我给它勾上这个反向哈，勾上这个反向，然后确定。你看，是不是跑这边来了？看到没有？是不是跑这边来了？那所以说这也是可以的哈，这也是可以的。因此呢，它主要是用来控制这个反，并不是说它是向外做和向里做，对不对？那么这个向外或者向里做的话，那么它主要是受这个来进行控制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方向是不需要进行选的，除非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确实是做反了，对不对？你想从另外里面去做，那你可以这么来做，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种浮雕，对不对？就是做出来一个突出的效果。另外我们也可以做这种实雕，实雕的话就相当于是做出来一个向里切的一个效果了。切的厚度就是这个一的，大家来看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点开这个泡面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向里切的，但我可以去移动它，你看啊，我点它移动，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是不是向里切了一块材料，对不对？这个切的距离就是一个毫米的，就这么一个意思，这就是一个实雕。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第三种形式，就是这种刻画的。那么如果你要选刻画，就相当于是从这个面上刻出来一个字效果了，它既没有加了也没有减掉，对不对？就相当于是刻上一个字一样，相当于用这个草图把这个面给你分割了一下，对不对？分割了这样一个单独的小面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刻画的效果。那么如果你需要这种效果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就是这样一个包覆这么一个命令哈。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包覆这个命令的话，那么这里和我们之前暂时给大家说到这里了。